9月14日，有网友爆料称 EQ 产品经理宋紫薇已经从 EQ 离职，而在不久后，宋紫薇离职这一话题甚至还登上了微博热搜，引发了不少人关注和讨论。宋紫薇离职登上热搜，此前曾有消息称某厂的美女 PM 已经离职了，而网传图片显示 EQ 零产品部宋紫薇 Violet 的名字背后出现了已离职三字。不过目前在其个人微博上依旧置顶显示着 EQ 新机的相关宣传消息，而且其微博认证仍为 EQ 产品经理，网传消息截图。不过有网友发现其最新发布的微博已经没有了手机型号，显示小尾巴，而其上一条微博则还显示有来自 EQ11 Pro 赛道传奇的字样，这可能也暗示了其的确已经离开了 EQ。 不过截至目前，宋紫薇本人并没有进行回应。宋紫薇最新微博发文，作为 EQ 的产品经理，宋紫薇因为靓丽的外表获得了不少人的喜欢，高颜值也为其和 EQ 带来了不小的人气，人送外号宋大腿。对于宋紫薇的离职，不少网友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，她走了之后 EQ 发布会流量估计要下跌一些了，销量如何不知道，发布会的收视率估计要腰斩了。